早晨，早晨，你都咁早啊？一齐行等。啊，喺香港嘅话，工作可以更加专注啦。咁喺深圳嘅话，咁大家都需要更加拼搏一啲。都几好啊！深圳嘅公园同埋公共空间都系做得非常好。小鸭子哟，嗨，早上好。做鸭基本每天都是，觉得它可以让我更好的进入早上的工作状态，而且它算是一种解压吧。待会见喽。嘿 ，boss， 你真早。哇，我听到老了呀。深圳 office 是我们凯达最年轻的一个办公室，我们深圳公司成长是非常快速，人员的扩充带来专业知识上以及专业的背景上的一个融合，这个我认为是最大的一个变化，使得我们深圳办公室的气氛也和前几年有很大的一些变化。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工作伙伴，从业主到其他顾问单位，都是非常务实、高效、透明、理性，然后也比较平和的，我们能够在一起做事情，这个我认为是最大的一个特质。刚接完业主，要么上咱们办公室看看。最难忘的当然是来深圳之后的第一个竞赛项。我们深圳有非常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团队，我非常享受每天和大家一起的工作。嗨，迪娜。嗨。我喜欢简约优美大气的艺术风格，我希望我们的设计更具美感，同时呢能够打造出更具情境化的甚至是引导人情绪的一些空间体验。哎，真巧啊，在深圳除了生活方便之外，都是下班的时候选择太多了，可以去逛城中村，或者可以去新建的商业。深圳的吃喝玩乐都是很丰富的，选择都很齐全的。好开心呀！嗨，因为我最近学了一段舞蹈，我看天气这么好，就想着说跳一下，然后放松一下再回家。